原来你们没有忘记他，当他在青崖山隐身寻医的时候，当他在神医谷被世人所逼废去武功的时候，当他被恶鬼虐杀致死的时候，你们都在哪里？回答平民，圣手真鱼大侠是你什么人？还是我先祖？胡说！刚刚你自称姓温。先父原本姓温，承蒙神医谷真老谷赐姓，改名为真。然则先父既已见去于师门，在下身为人子，自当遵从先父之愿，改回本姓，是为温客。